苗栗县一间本来生产美容医材工厂，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家己研发生产线，即马变作是做这款特殊的喙中胺，也就是内底加一盐，价效较俗，品质嘛搁较好，用到面膜纸会当加一盐的保护，嘛避免讲长时间挂喙胺会有歹鼻的味，搁会当延长用喙胺的时间，会当讲是一减二个，蒙牙减洗裤，尾部减裂土。头一摆公开的新产线，照着梳理铺网、水浆编织、刨工、进步这个过程，阁经过真侪摆拍样，才开发出台湾自产自制喙中胺。原本以生产美容医材、面膜、纸巾仔为主的业者表示，有感觉到全世界喙胺的可能会无够，才会家己来研究喙中胺。思维就是说，如何延长这个口罩的使用时间，那我们就发明这个产品。经过了四五次的打样才发出来。其实喙中胺是用面膜纸来改良的，因为表面有凝水的特性，内层有吸水的效果，双边来穿孔，会当配合一般外科的喙胺，或者是薄的喙胺来使用，放伫个喙胺的内层。平常时啊，只要换这个喙中胺，就会当延长喙胺使用的时间，佮会当加一层防护佮防潮。如果说你没有去医院的话，像我三天换一个口罩，因为口罩很大的时间是因为自己的口沫把这个口罩变臭了。自己都不敢用。业者讲，虽然把应用产值价值较悬的美容器材生产线转来做价效较低的喙中胺，但为着防疫，会当尽一份心力，嘛是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